大花让大马喂看电视去。你看马动物。给李叔叔再笑一个，给李叔叔再笑一个，笑一个，笑一个，贝贝，笑一个。你别给他唱歌。唱广东歌。开心吧？开心吧？是不是？他说话回应了，然后。嗯。你开心吗？乐吗？乐一个，笑一个。笑一个。下一个这个没有痒痒呢，你这个不痒呀。啊，还真的回应你刚才跟他说话了，是吧？嗯，所以这也是个人啊，是吧？我们小跟小是人，对不对？想说什么呢？没钱。你是想说什么？你想说你很高兴是不是？孙老师打电话来休息。小男子，小男子，小男子，你说了吗？你干嘛你？你在下去。你跟着叔叔干嘛你？啊？你跟叔叔干嘛你？你怎么那么高兴啊？我在这里呢。这是干嘛的？这是我的歌。这样的啊？练手臂的。就搁这儿。他不是说他是文艺兵吗？他是。别砸坏了。啊！哦。Yes。这也能蒙进去。跟叔叔说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这什么毛病啊？啊！你俩今天打这个，我刚才就是这么跟你们玩的，都没玩够。你俩今天打这个啊？啊！好吧。小心啊，把手砸了啊！这东西可沉。就是这个很重。很重你还砸？很重的，不要这样玩了。这个太大了，这个没办法打。